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91面，591面第六行。第六行，从以下数句经文从这里看起啊。以下数句经文，崇明自他二立与平等说法之德行，因由刹度生，均不利说法。但说法呢，不能利自觉，故下云：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入汝。崇明自利之心呢，圆满。此四句以舍利执着为首，因此设为入道之关键。昨天学到这个地方，这个里面的意思很深，也非常重要。真正想入门，想其如佛的境界，这是一个关口啊，关键的所在，不能不知道啊，那就是舍离妄想执着。经文说了前，说了后，当中省略掉了，一定包含在其中。如果具体而言呢，那就是舍离妄想分别执着。华严经给我们说这三桩事情啊，通通都舍离掉了，当下便是如来智慧的相。这世尊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全都证得了。这一句话是大圆满呐。全都给我们说出来了。妄想是无时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就是烦恼之多，分别给你带来烦恼之多，就像尘沙一样，数不尽的。再底下一个就是见思烦恼，华严经称为执着，所以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
妄想就是无始无明烦恼。这个东西不能不放下。啊，这三样东西不放下，就不能证得。要想证得，那你就一定得放下。啊，只要一放下，你看，当下便是如来智慧的相，这么成佛了，究竟圆满的佛果。故今续云，在经上接着说，成就无量功德。啊，只有如来，果地呀，才是真正成就无量功德。从这个意思，我们就能体会到，念佛重要啊。重要在哪里？这一句佛号啊，原来就是诸佛如来无量界中啊成就的无量功德，以此功德呢加持给我们呢。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加持一次，念两句就加持两次。诸位细心去思维观察，是不是这样？如果是的，如果是真的，我们再也不怀疑了。这是真实的，不但是真实，真实当中的真实啊，决定不是虚妄。让我们联想到这部经，这部注解，跟佛号的意义功德是相等。世尊为我们介绍，这是阿弥陀佛无量界修学的功德成就啊。我们将这个经念一遍，就得到弥陀如来无量劫的功德成就价值。我们起个念头，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亦复如是。啊，所以佛在这经上常常说，功德不可思议。啊，决定不是假的。无碍慧，直圆融，通达之佛慧。啊，我们要特别重视圆融这两个字。为什么呢？我们确确实实
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是不会圆融。啊，所以跟六尘境界的关系不好啊，关系要好，哪来的灾难？啊，关系好不可能发生灾难，发生灾难自己一定要知道，我们跟关系没搞好。啊，人与人之间冲突了，矛盾了，有了误会了，什么原因？关系没搞好。不知道圆融，没有通，没有达，啊，要怎样才能够圆融通达呢？当然最好是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那就没有一样不圆融，没有一样不通达，烦恼习气没有放下，那你觉得修忍辱波罗蜜，你得要学习拓开心量，拓开心量是必须要修的啊！为什么？古大德常说，量大佛大了，如果心量不脱开，你的福报就有限，你没有大福报。大福报第一个条件是大心量啊，福报之大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原因是什么呢？他的心包太虚，他的量周杀戒，我们一听自叹不如啊，我没那么大的心量啊，那你就没有他那么大的福报啊。如果真正要想得大福报，这心量不能不脱开，下面说为以这个无碍慧也，为以做无碍智，大集经云：无碍智慧无有边，善解众生三十四啊，这是大集经两句偈，说明无碍智慧它起的作用，对于一切众生过去现在未来全知道了。有法华经化成玉品，如来无碍智，至彼佛灭度，即声闻菩萨，如见经灭度。这个灭度意思也是很深。什么叫灭？什么叫度？灭，烦恼习气灭了。放下执着，见思烦恼灭了，成阿罗汉。这是度的意思。
把他从凡夫地渡到声闻地，分别尘沙烦恼断了，把声闻缘觉提升到佛菩萨，这也是度，度他成菩萨，度他成佛了。如果再向上提升，把起心动念放下，这就是灭无始无明烦恼，帮助菩萨证得平等法身。啊，他是十报图里面的化身大士，这灭度的意思啊。在四谛里面，因为只用一个字，苦集灭道，就是四谛的灭，灭谛。啊，无碍智慧啊，能知佛灭度，声闻灭度，见古佛如见今佛。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境界里头，时空没有了，时间没有了，没有先后，事情的发生就在当下，啊，华严经上跟我们说过，涉世古今不离当下了，这不离一念呢，啊，这一念里头具足摄施故境，但是这说明空间了不可得，时间了不可得，啊，这叫是。这叫借法入入，第一个法是法性，那第一个如，第二个如呢是法相，法性如其法相，法相如其法性，性相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叫如如，啊，性如其相，相如其性，啊，这个意思，前面说的很多，经引俗语，皆发如如啊，是其理解，空。同就叫他做如，只有空才完全相同啊，有就不同了啊。皆知万法皆如啊，万法皆空啊，万法皆同啊，
所以万法皆如，这叫皆如如。如如者，乃《楞伽经》所说无法之也。法性的离体，离体就是自性啊，就是真心，能生能现，不二平等，所以称它作如。彼此之法，此是自己，彼是身外之物。啊，身外之物，那就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法皆如啊，没有两样啊，故曰如如。一切法皆是自性所现所变，所以一切法呢，就是自性。我这个身体是自性，你的身体也是自性，他的身体还是自性，树木花草的身体，山河大地的心体，虚空法界的心体，全是自性的。所以叫如啊，性如其相，相如其性的，性相合起来称叫如如，称得好啊。是政治所起之离体，政治在相宗里面讲的四分，政治是政自政分，是政治。所弃之离体呢，是自证分。从自证分里头变出来了见分，从见分又变出来相分。大乘佛法里面讲宇宙的缘起啊，一包同时没有先后，一正同时啊，正包是我自己，一包是我生活的环境，我生活的环境跟我自己是一体。无疑不如啊，是万法皆如，万法如如，就这个意思。又大乘一章三第三卷，言如如者，是前政治所切之理，
诸法体同啊，故名汝。这是《大乘一章》里面的解释。说得好啊，言如汝者，是前政治所切之理，诸法体同。前面也是这个意思。这个字在佛门术语用的最多，用的最普遍，它的意思不能不知道，不能把它错解了。如果错解了，那就错到底了，全盘都错了。啊，所以一定要正确的理解它。就业如中体被恒是这个杀戒恒杀佛法，心体就是自信，被是具备，啊，这是自然，不是修得的，啊，这是自信的性德。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这个意思。啊，是本自具足的。其被杀戒恒杀佛法。先说杀戒，杀戒是什么？戒是世界，像恒河沙那么多，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啊，这叫杀戒恒杀佛法。随法便如《法华经》上讲的摄如，随法，随便念一法，它的体性就是如啊，它的性德也是如，没有一法例外。法法皆如啊，慧疏曰：“如汝是不疑不疑。”体是一，相是多，啊，相无量无边的，作用也多，啊，所以说他不依不依。
不能说它是一，也不能说它是不一，不能说它是空，也不能说它是有。这就是大乘教上常说的，佛事门中一法不立，这个干净的，一丝毫的污染都没有。啊，不空不有之意，正是中道第一的相也。啊，像样子，中道第一的样子。那就是两边不一，都放下了，两边不离，中道也没有，这叫真放下。如果还有个中道啊，你又错了，中道从哪来？把两边合成一边，这一边有个对立的叫中道，自信没有，这没有中立，这个对立了啊，自信没有对立，有对立了迷了，觉悟了人没有对立啊。那我们要学佛要记住，我们想入佛的境界，佛境界里头没有对立。前面说过了，佛境界里头没有成见，佛境界里头没有起心动念，佛境界里头没有分别执着。万法皆空是佛境界，这从体上讲的。万法皆是，万法皆如，那从相上讲的。相因为即是体，体就是相，性相不二。啊，所以生佛也如，生是一切众生，啊，佛是圆满觉悟的佛果，跟六道众生，跟三途众生无二无别。啊，那么这是会书上所说的不空不有，不一不异，正是中道第一的相也。啊，综上这两种说法，我们明白了彼此皆如，皆如故不异，没两样。那么又说彼此，彼此就不异，故曰如亦非异也。啊，这个如这个字的意义很多，不是一种，意思很深很广。下面一句经文，善知
极灭因身方便。这是经论幕后的一句话，在这一段啊，幕后一句话，慧疏曰：“智啊，善知嘛，极灭因身方便。”慧疏里说：“习就是极，就是极地，夜夜艰苦。”苦是苦地，四地里的苦地，苦即灭道。那灭呢，就是灭地。或道而言呢，因果相摄，因为灭是果，道是因。啊，因果相摄，因中有果，果中有因。故说四谛之教啊，皆因身方便。啊，佛对小乘根性人所说的。啊，此书就是慧书，以极灭就是苦集，灭道四谛法中的极灭二谛。啊，故云集中以见苦，灭中以含道。今言极灭，即表四谛。啊，说极灭，你就得想到苦集灭道。啊，全都说了了。又由于因入果海，因中有果，果彻因缘，果中有因，因果相摄，小大偏远，同归一乘法中。故说四谛之教，是即方便二说，名为因身方便。啊，这里交代的很清楚。啊，因如果海，因中有果，果彻因缘，小是小小乘，大是大乘。圆是圆满，偏是不圆满。啊，这些到最后呢，同归一乘法。故说四谛之教啊，是即方便二说。佛陀教学
随顺众生的善根，获得因缘。诸佛如来与化身大士们，他们清楚，他们明白，我们这个世界上人，无始劫以来，使用音声来传递信息，无量劫来养成习惯了，理论上的改变容易，确确实实一念之差了。事实上我们想把它做到，它真有困难。真想做到，义不配合啊。你做你的，他想他的，跟你搞成不相干了。本来是关系非常密切，现在搞成冤家对头了，不相干了。谁搞的？阿赖也是，妄心非常不稳定。他在那里向东向西向前向后妄想嘛，他并不知道他是妄想，他认为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个想法放下。想都没有想过，他怎么能够说得出？教他放下，佛菩萨的意思，不是自己意思。下面这一行习善之教，这叫习音声。灭恶之教呢，叫灭声音。菩萨于此悉能善解，故名善知啊。一种巧妙的明白了，这叫方便。方是方法，便是便宜。用现在的话说，最恰当的方法。这方法用得太好了。真的帮助他开悟了，这叫方便呢。这你解释得很好，我们把《净言书》从头念一下。
经营书业，善知习等，习是习，习等就是藏苦集灭道。于中巧知，故曰方便。啊，疏理的是善知习灭因生，名慈无碍。啊，善知习灭因生，这叫慈无碍。念老师著说不妨同参，同参就是同等的学习，啊，慈无碍他的深意，心地纯净纯善，不但没有分别之处，连起心动念都没有，这个时候慈无碍了。为什么？所有障碍都没有了。啊，这一段幕后说不行是语，要再争论。啊，慧疏对这一句话有解释，因其离过，为非世间无业之人。说明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了。世间的语言放下了，这个意思讲事放下了，这个世间的爱好放下了，就欲望放下了。为什么放下？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从理上放下了。正是祖师们常说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是离过。为非世间无义之论，啊，对自己没有真实利益的这种思维言论，都要放下。为什么？你要不放下了，它对你产生严重的障碍。障碍你得定，障碍你开悟，障碍你其如佛境界。你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
你自然放下了。啊，放下是什么样子？是讲二六时钟啊，一天到晚，我们今天讲日夜24小时，心是不动的，没有一个妄念的，专要说出世大乘，究竟了义故，究竟了义，第一义地之言，这叫真论。啊，他把事法全放下了，爱好除世间法，大乘究竟了义，他喜欢这些。究竟了义，第一义地。是不二法门呐！这是真的。啊，前面说如不异，彼此不异。不疑不疑，不疑不疑，才是究竟了义。啊，相即非相，空亦非空。啊，性体是空寂的。为什么说它不空呢？它能生万法。它要是真空，它就不能生万法。它能生万法，有也非有，所生的万法，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有啊！这是把真相啊全搞清楚了，不但搞清楚了，得其受用。啊，大用现前，相有非有。相可以受用，不能执着。不能控制，不能占有。啊，于一切法里头，确实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这样啊，你用一切法是如来境界，化身菩萨境界。你在一切法里生不生烦恼？不生烦恼。为什么不生烦恼？烦恼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来的，就是你受用一切法里面加上今天讲的添加剂放在里面了，啊，里面有烦恼，有无明，啊，有见思，有这些气，那就叫迷了，那就叫凡夫啊！受用一切法。这里头没有烦恼，
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随缘妙用。它妙就妙在此地啊！一切受用当中，只生智慧，不生烦恼，这就对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啊，二欲俱尽，与三界中平等勤修啊，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啊！这是这一品经里面的第三段啊，幕后一段说明。极乐世界的菩萨德行圆满，我们应当要学习啊！首先知一切法了，悉皆空寂，维摩经弟子品，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跟大般若经讲的一样。大般若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时时能提得起智慧眼的观照功夫，那就得力了。慧眼照真，法眼照俗啊，真俗不二。是空义，对一切法的真相啊，明白了，觉悟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他这里没有加事出世间，意思是事出世间，包括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例外呀！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现象，以什么
二现象的。现在我们总算是搞清楚、搞明白了。一无时无明的习气，现在这个境界，无时无明习气断尽了，这现象就没有了。习皆空寂啊，不要等它没有了你才晓得是空寂的啊，现在相还在，你就知道它是空寂的。这真正是觉悟了啊，知道空寂，你的心是定，在境界上它不起波浪，波浪是什么？是起心动念，是分别之处啊。换句话说，它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个心叫空寂，心空寂，外面境也空寂，能生的空寂，所生也空寂，叫一如啊，叫如如啊。又大乘一章二曰，空者就离障明，离即云空。离是什么呢？离是自性，啊，自性没有相，前面说过，它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三种现象都没有。所以叫它做空啊。空不是无，这个空不当作无讲。所以在佛法里的上面常常加了一个字叫真空，真空不空，它能现象，能生万法，能现出三种现象，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它全能现。所现的这些现象，不能说它是有。佛把这个有上加了个词，叫妙有。妙有非有。告诉你，妙有不是真的，你得不到它。为什么？刹那生灭，生灭的速度太快了，一秒钟生灭多少次？1600兆次。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你能把它捉住吗？说老实话，我们的肉眼见不到，不但肉眼见不到，
诸天的天眼也见不到。菩萨的法眼也没见到。谁见到了？前面我们学过无眼，化身菩萨的慧眼见到了，慧眼照真啊，什么样的菩萨？化身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他们见到了。真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见到了。大乘经上佛告诉我，八地以上，连教啊。换一句话说，华严经上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只有顶上五个等级，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见到，见到说妙有非有，真空不空。真空不空，说实在话，法眼就见到了，就知道了。可是妙有非有难啊！你没有见到，你就没有办法彻底放下。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放下好，都知道放下重要，为什么放不下？你没有见到真相，见到真相之后才知道，这真要放下，不放下错了，为什么？他没有嘛，要有非有。有即是空啊，有不能执着，空即是有啊，空也不能执着，空有两边都不执着了，全放下了，这叫妙其中道啊，其如了。恭喜你，你入了境界了。如来的境界，这不是普通境界。又会说曰：“般若妙慧，正即灭平等。”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为什么称它是妙？空有两边都看清楚了，一丝毫都不迷惑了，这叫妙啊！故云：“知一切法了，皆悉寂灭。”空寂，康僧开的一本叫《寂灭》，有万善同归寂，曰：“教所明空，已不可得故，无实性故。”
是不断之物。这一句说得好，它是无啊，但是它不断。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听到这一句话，不断之物就在面前，电视就是的，是不断之物啊。诸位知道吗？啊，给你讲很粗的现象，你很容易懂的。电影，电影是不断之物，你知道，你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电影是一张一张幻灯片连起来的。啊，我们这里有一卷这个电影的底片。这是电影底片啊！你看，在放映的时候，不就是不断之物吗？放映一张一张连续起来的，它不断啊！一秒钟24张，这是幻灯片呐、啊，连起来的幻灯片呐、啊。一秒钟24张啊，相续不断呢、啊，这不断之物啊，电视的速度快了，它没有胶卷，现在用晶片，不容易看，胶卷容易看，你容易看到一张一张的幻灯片，啊，张张独立。张张不同，是一种什么相呢？相似相续相。啊，它不是真的，真的相续那是你一样的，前面一张跟后面完全相同的，这告诉你没有一张是相同的。啊，我们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是不断之物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不是真的，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讲得太清楚了啊，明白事实真相了，我们在这个现象里就不会起心动念了，不会分别执着了。啊，那你就成佛了，你就觉悟了吧？凡夫不觉，迷在这幻象当中。以为它是真的，以为它是永恒的，不知道它是不断之物，不知道啊！啊，所以对它起心动念，啊，顺自己的意思起贪念。不顺自己的意思，其厌恶啊，这叫造业了。在不断之无里头造业，你说你冤不冤枉？所以佛眼看众生呢，可怜悯者呀，真可怜呐！如果这个东西是真的。你起心动念还讲得过去啊，根本就没有啊。啊，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为什么在起心动念呢？
迷惑颠倒啊！可是起心动念呢，招来的果报啊，果报也是不断之物，可是你在里头受了啊，你在里面受苦。啊，善念善缘，你在里头享乐，受苦享乐也不是真的。那苦好像真苦，乐也好像是真乐，不过乐时间不久，乐完了之后苦又来了，叫乐极生悲也。佛在经教里面教我们啊，给我们讲空这个道理，这个道理非常不好懂啊。般若经讲这个道理讲了22年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49年里面22年讲般若，讲空。我们不懂，我们要懂就好了，也就觉悟所以接着说，纵上引证，简要言之，极乐菩萨以般若妙慧了知一切诸法，皆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平等空寂啊，只有空寂才是真正平等。但应地之一切皆空，不是断灭啊，就是前面所说的空是什么意思呢？不断之物啊，不是断灭啊，此空即是实际离体，不是断空，是第一空。啊，就好像我们对电影这个道理的明了，啊，那不断之物。啊，现在电影电视啊，特别是电视啊，几乎家家都有。啊，它所显示的，真正修学大乘的人，看到电视，你就看到不断之物，你就看到般若空寂。啊，这个画面显示的我们现实的世界跟这个没有两样，一个道理啊。电视里画面，这个画面里头你能够控制吗？你能够占有吗？不可能这就如同我们现前境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只要不分别不执着就对了，就是佛知佛见了。要不起心不动念，你就证得了，你就契入了，通达明了，就能契入极灭平等，知一切法了，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生生可知分断生死之身，就是现前这个身体。现前这个身体还有一个现象，很少人能觉察，老年人容易，年轻人不容易，那他说变异生死之身，我们的身体也是不断之物啊，这身体啊，变异生死就是刹那刹那在产生变化啊。我为什么说年岁大的人比较容易觉察到呢？老化了，年岁大的人老化得快啊，一年比一年快啊。啊，八十以后就很容易觉察到，为什么呢？真的，一天比一天老，不是一年一年的，一天比一天老。那个老化的速度都快啊！啊，老化只是变异生死，可是你要晓得，人从出生，念念都在那里变异。啊，只是你不知道啊，这生死两种生死啊！啊，可是西方极乐世界人只有一种，没有两种啊，因为他没有变异生死，他永恒不变。往生到极乐世界，这身体现前这身，将来证得妙果了，离开十宝土了，这就灭了。这个生跟灭的时间非常长，经上讲的三大阿僧祇劫，所以叫无量寿啊。无时无明烦恼习气断尽了，十宝图就不存在了，就没有了。长极光土现前了，啊，你到哪里去了？回归长极光了。长极光没有现象，叫极灭。虽然是极灭，它又能现一切相。啊，我们看老居士的注解啊，生生他是注解的是可知分断生死之身与变异生死之身啊，他有挂虎解释，此处则指菩萨变异生死之身
特别告诉我们，不是指分段啊，分段已经了了，又生生者乃二余之业啊。二余是什么意思？生生之苦报与烦恼之残余，就是烦恼的习气。生生是苦果，烦恼是感应，此二俱尽，名之二余俱尽。这两种习气都断尽了啊！下面说得很好，如慧素曰：“生生者，是苦果一生。”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是生生的，我们所受的果报苦啊，谁受苦呢？身受苦，没有这个身就没人受苦了，有这个身你就得受苦啊。那么人为了这个身呢，利苦得乐，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这是大错特错啊！谁知道？佛知道。所以佛常常劝我们把这个身舍掉，舍掉你就没有苦了，纵然有苦谁受呢？没有受苦的东西了，这是个受苦的东西，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东西享乐，享乐是假的，吃苦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乐极生悲，乐尽也生悲。尽是什么？乐没有了，悲就现前。乐不能够长保，悲好像是常跟着你，这真正叫人生的大苦啊！啊，而六道众生把这个身看得这么重，什么都能舍，这身不能舍。啊，这里头有个什么现象？你不能舍身呢，就是你的苦还没吃够，你的苦还没吃完，你得慢慢去受，去吃去。真正觉悟了，身是苦，他就不要这个身了。那些人
无色界的天人，这是六道里头最聪明的人，他不要生了啊，身为苦本，中国在2500年前老子说过，他说吾有大患啊，患是忧患啊，我有很大的忧患，是什么呢？为吾有身，因为我有个身体，这身体是祸害，那没有身体多好啊，所以无色界人不要身体。三界里头最高的欲界、色界、无色界，无色界人没身体，人家聪明，六道里最聪明的人，啊，身体不要了，居住的房舍当然更不要了，啊，有身就得要有居住的地方，叫累赘呀。没有身体，饮食不要了，啊，住房子不要了。啊，行动的时候不需要交通工具了，真的。啊，无色界，我们可以用灵界来称呼它。这世间人家灵魂嘛，啊，那个地方是灵魂的世界。啊，他们决定不回去投胎，投胎就找个身体了。啊，他不干这个事情。什么力量？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能量支持他们？我们一般人称它为灵魂，它是个很聪明的灵魂，它不糊涂，糊涂就去投胎去了，它不糊涂，可是它还是有寿命，寿命很长很长，80000大劫啊，飞翔飞向天，寿命80000大劫。诸位想想，阿弥陀佛修成极乐世界是5劫修成的，无色界天人的寿命是80000大劫，这个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修成到现在才10劫，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六道众生有8难啊，8难第一个就是长寿天，
就是色界天。你要跑到色界天去，你就遭了难了。为什么？八万界当中遇不到佛法，八万界多长时间？阿弥陀佛从法院修行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总共合起来是十五界的大劫，十五个大劫啊！你要升到无上天，八万大劫遇不到佛法，真的是遭难了，不是假的。天上能不能去？在这个经上，世尊一再劝我们，遇到这个佛法大行呐，听到阿弥陀佛是大福报啊。真正能依教奉行，你这一生决定往生，决定成佛，就在当下了。这个机会多可贵，多难得了。所以经上所说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的人生最可贵的，就是有缘遇到佛法啊，遇到你要能信能解，你就得度了。遇到不相信不能解，也有利益，利益是一入耳根，永为道中，将来来生后世啊，遇到缘，这个种子会起作用啊，会让你对佛法生起信心，你有福种，你听到阿弥陀佛，你跟极乐世界有缘。这是无上的利益了，没有比这个更高的利益了。但是呢，你因为你不相信，你不能理解，这一生不能成就。为来生后世啊，种下了种子。我们把慧疏这一段话呢念下去。生生者是苦果一生，正是苦地。烦恼是见思等惑，正是极地。四地里头苦集啊，世间的因果啊。二余呢，就苦集余残也，就是习气。菩萨
能断真实，真实是烦恼，即习气，无有残余，除过三界，立父母生身，犹漏过父，习断尽，故云俱净。菩萨把见思烦恼断了，断尽了，习气也断了，他不住在六道了，三界就是六道，六道里头有父母生身，六道之外没有了。四圣法界里头声闻缘觉菩萨佛都不是胎生，四生里头他们只有一种化身，这四生呢，天道里头鬼道里头都有超越六道啊，这个四身就没有了，只有化身。化身不需要父母游漏的这些果报啊都没有了，都净了。这是阿罗汉以上所证的。又警醒曰：“生生在报，烦恼呢是苦因，因果二余皆以净故。这个余就是习气。又净言疏曰：生生是苦报，烦恼是惑因，就是迷惑颠倒的因。”此二残余习气皆悉灭尽，故云二余俱净。这个二余，一个是从果上，一个是从因上。果上就是六道里面的生死，因上呢就是见思烦恼。这两种都断了，习气也断了，是这个意思。究竟一尘，一尘，成佛唯一之之道，最极圆顿之教法。这是一尘的意思。尘是车的意思，车有运载的功能。佛说法呢，常常用它做比喻。如何把众生从六道轮回把他运送到大般涅槃，从人道把他运送到佛道，所以用这个做比喻。小乘小车，大乘大车，古时候有大车是指马车，马车可以坐十几个人，小车呢，洋车、鹿车，只能坐一两个人，
现在科技发达，这大车车火车，一列火车可以坐几千人。小车小乘，像一个小摩托车，只坐一两个人。取这个比喻，《法华经》上常说的三乘，佛说的很好。如来出现在世间，唯说一乘法了，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我们就知道了。佛真正要教我们的是究竟一乘，究竟说这一生呢，决定成佛去了。不是菩萨，不是罗汉，罗汉是小乘，菩萨是大乘。佛的本愿是希望我们在这一生成佛。像弥陀的本愿，前面我们念过，一切皆成佛，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48愿是成佛的方法，目的呢是一切皆成佛。成佛唯一之至道，这个智是达到了基础啊，就是下面说的最极圆顿的教法。这叫智道啊，唯一的智道。那这一部经，当之无愧也。一乘经，古无大德，为我们判定的。三部经，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当中，《华严》《法华》《梵王》《梵王经》没传到中国来，传到中国来的《梵王经》是《梵王经》里头的一品，就是受戒的，这一品专门讲菩萨戒。那么无量寿经是不是一乘经呢？无量寿真正是究竟一乘。为什么？华严法华到最后的圆满，都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诸位读华严经到最后，善财童子53参，第53普贤菩萨，10大愿望道归极乐。善财童子证得究竟圆满了。什么方法证的？往生极乐世界证得的。那么这一部经专门讲极乐世界，专门讲往生不退成佛，这不是究竟一乘吗？是最极圆顿的教法了。
臣为车臣，一遇佛之教法，教法可以载运行人，顿于涅槃彼岸，故名为臣。古时候读音读去神，读圣。我们的随顺随俗，大家都念成，我们就念成。我们念圣，他听不懂。不随俗就很麻烦。我们还是帮助了这些俗人。圣曼宝库上卷说，一尘者，至道无二啊，故称为一。运用自在，莫之为尘。的圣曼宝库经上说的，也说得很好。一尘，如来教法当中，至高无上啊！成为一尘呐！运用自在，这就是讲的善巧方便。那么净宗法门，若说是善巧方便呢？真可以说排名第一啊，它真简单容易稳当效果无比的殊胜就是一句佛号六字四字都可以心上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这真正是最极圆顿的教法。那这个法门就是究竟一真。我们这一生真的是幸运呐！不但遇到大乘，遇到大乘当中的究竟一乘，圆无比殊胜，能不能成就呢？就看自己的善根福德。什么叫善根呢？我真相信。我真明白了这善根，我真正发愿，我真正念佛，希望往生极乐世界，这就是福德，善根福德通通圆满，你决定得生，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去做佛了。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了。